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天狼美食这个频道，我是杜师傅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拿酥榴莲挞。上期视频已经介绍拿酥皮的制作，如有兴趣可关注视频的推荐。从冰箱拿出的皮压薄吸件，斩的直径是 5.5 公分，厚度约是 0.4 公分左右，手粉是中筋面粉即可。挞斩捻好后，最好放回冰箱几个小时，或是一个晚上再用最好，目的是松筋。純榴蓮餡約22克，提前20分鐘將焗爐開至華氏400度，倒數第二層，約焗17分鐘左右即可。純泰國榴蓮拿酥塔，香酥鬆脆，顏色金黃，喜歡榴蓮的朋友無疑是一個很好的選擇。谢谢你的分享，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